各位大佬好呀，有关 3.3 测试服 V1 包已经来了，有将近42个 G， 一起来看看都有哪些消息吧。首先是新增了两套圣遗物，应该是上花神套绽放加成，下居尔套伞兵普攻。花神套的杯子好可爱啊，像个果子。然后是两把新武器，左边的铃铛是伞兵专武，右边的是活动赠送的单手剑。伞兵这专武也太有虚弥味了，不知道时机怎么样。伞兵专武特效，元素战绩后得到普攻增伤特效，攻击到一个敌人后叠两层，最多10层。雨伞的效果是副词条，当你用这种武器攻击敌人时，它会对敌人施加诅咒伞的效果，使角色对敌人的伤害增加32%。此外，伞兵疑似在3月3日有邀约任务，也是第一个五星角色邀约，伞兵太有牌面了，希望五星邀约麻烦质量高一点，开了个头后以后的五星也都有机会了吧。另外猫尾酒馆开放可进入打牌，是不是会有很多猫猫呢？难怪名片上有猫猫，我要带迪奥娜宝贝天天去。 3.3 没有新地图，估计和上个大版本一样，过年的时候开新图了，连续两个版本都没地图。 3.4 就是海灯街了，之前就没出过新地图，活动都是在老地图上找东西。之后还要出须弥剩下的暴风眼、林月的俏鹰装、海岛复刻，不会后面又是新图连发吧。然后是3月3日新副本图，一个到期风格，一个须弥风格，上面应该是圣遗物，下面是剧情副本，最后是七圣召唤名片以及祭行的名片。打牌看起来猫猫非常可爱，